他在接发球的时候已经想好了接球徐翔回哪里。一个接发球失误。9-15。通过换球来调换一下节奏。台北队也是渐渐感到有压力啊，出了球也没有那么有威胁。对。10-15。如果面对现在中华台北队连续攻自己本方的前半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和对方拉开去相持？有人喜欢拉开的话，就思想那边多加快，自己准备要加快，要前半场一定要跟他抢住。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就，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可以通过拉高远球，就两个大对角底角去拉开，先拉开，我们再组织。还有回对角。有点可惜啊，本来是在往前的机会球没有压住这一拍。让对方领先到17-10。也是一个失误。是很想赢，有点急。嗯。好球。虽然难度比较大，但是还有机会哈，11-8，11-18，不好意思。打到框上面的。应该也是做好了打决胜局的准备了哈，这几分球好好再去找找机会，看怎么能在场上找一下突破点，为下一局做一个更好的铺垫，同时也不能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对，追到12-19哈，那么阿坤怎么看第二局打到目前的一个整体的面貌和中国台北队目前在场上的技战优势在哪里？中华台北这一局也目的很明确，把中盘场抢住了，不要随便起球。这徐晨进攻也是比较强，然后中盘场抢住了之后，徐晨也是失误比较多。也导致马竞的失误比较多，而且这一局当中国台北队把球反复的在往前去牵制去控的时候，中国队好像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还是跟往前和对方去对搓，对抢，然后在失误当中呢，失误了好几球，好像也没有反应过来哈，还是继续在往前和对方去勾对角啊，去搓啊，然后失误率也挺高的。看徐翔进攻力是非常强。我们看到李胜木和简玉锦在这一局反复的在前半场利用网前球把徐晨拉到网前来。好球，一个运气球。15-19，差4分。打的球是每球比较凶，希望能一下子打死。好，来到了局点哈，对方20-15。
隔壁场地的那对女双呢，刚才中国香港女双是23-21拿下了第一局，赢了赵韵蕾和田青，那么他们那边正在打第二局，发出失误。Service over 16-20。其实这种分数有时候也反而更好打，放开了反而可以去拼对手吧，17-20，因为如果能拿回来的话也算是捞回来，因为第一局是自己赢的哈，打这种分稳定下来没问题，加油，17-20。好，我一个进攻机会，漂亮的杀对角，好嘞，很快很尖，对。18-20。也是想要往前，接位。这个分数看得真要命，19-20。现在该紧张的是台湾队。对，从15-19一直打到现在的19-20，不容易哈。再来，再来。快了，强网，台北队女队员杀球，进接连再往前的回球质量都很高，好球，哎呦，可惜耶，好可惜，刚才连续再往前，反倒是无论是徐晨和马进他们在往前的控球质量都很高，而且马进有意识的在往前回球的时候呢，找对方的空当也起到了效果，避开了对方封网的角度。好，那么前两局双方各赢一局，打成1-1。稍后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决胜局的比赛。这一局是21-19，中国队输回一局。华山泉 CB 联赛官方唯一指定矿泉水，汇聚水活力，释放真自己，健康活力。华山泉 CBA 唯一指定矿泉水，研究男科，看男科，广州协佳泌尿科医院，看男科更专业。020-6266，研究男科，看男科，广州协佳泌尿科医院。电池用完了，懂得节能才能赢得胜利哦。那怎么办呢？要像爸爸这样装上省油的秘密武器，普利司通节能轮胎。秘密武器真厉害。